分行乡高东路行经国道三号高速公路高架桥凯路段，先前因为雨势无清楚，常常发生严重的交通事件。经过多方的争取，在当地设置交通雨势，并且由嘉乐村甲嘉兴村的居民举办联合路祭，祈求来年一切顺利。分行乡嘉东路是嘉乐村甲嘉兴村居民来往的交通要道，只是以往因为遮无设交通雨势。和车辆的驾驶人一无注意，就会袂赴大动啊！常常因为车祸的事件造成人命伤亡。在电火争取之下，总算在日前伫遮设置交通号志，并且由嘉乐村甲嘉兴村两个村居民举办联合路祭活动，希望会当降低交通事件发生。要办这个吼，就是咱嘉兴嘉乐吼，啊，这个所在常常发生车祸吼，所以村民。村民咯，建议讲来办这个路祭安尼吼，哦，当予村民咱平安顺遂，啊，多赚钱。过去吼，这条算加东街，啊，加大加东街，较早过去只无设彩虹灯，啊，所以地主甲讲真济，阮只乡民、村民发生意外，甚至死亡。所以呢，咱柯理事长呢，用心遐呢，再来发动这个路祭，所以今日伊用功德圆满。希望以后这个路祭了呢，发挥圆满成功吼，这个车祸会当减少百姓的生命啦、财产啦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感谢咱永宁乡吼，今日办这场的路祭，功德圆满，感谢伊。因为是这个所在吼，咱嘉东街甲嘉中街遮，不三时吼，拢发生这个车祸，所以咱希望讲吼，就有今仔日的这个超度发挥，会当让咱的砖头大家拢会当出入平安。为了这场联合路祭。分行嘉乐甲嘉兴两个村是总动员，希望会当英勇两力，避免意外事件再次发生。新中华新闻白明玲分行采访报道。